何为善恶？凡是有益于人的是善，只利于己的是恶。有益于人，就是骂人打人都是善的；只利于己，就是敬人礼人都是恶的。善也有偏正，那么何为偏正呢？丞相回来了，丞相回来了，丞相回来了，是当官当的很呀。丞相可算把您给放回来了。有劳大人了，各位乡亲，王恩浩当子老木刚还乡，以后称我文一公便是了，不好再称再见。哎呀，可使不得！闪开，闪开，闪开！被罢了官的人还敢弄这么大的排场，也不知道你这老儿贪污了多少银子，快点拿出来，孝敬孝敬老子，快点拿出来！大胆狂徒，竟敢辱骂丞相！来人啊，给我拿下！是。且慢，他不过是酒醉胡言罢了，放他去吧，不必跟他一般见识。哎呀，大人，此人胆敢对您如此无礼，应当严惩，不能放过呀。一个醉鬼何必跟他计较，事后他也会明白的，赶走他就是了。哎呀，丞相，算了，走走走走走，快走，听见没有？快想打架，大爷还就是不怕了，打人啦，打人啦，当官的打人啦，没王法了。你这个无赖，由他去吧，我们绕路回府。小子，吕丞相肚子里能撑船，不跟你计较。就是，走吧。当朝宰相都怕老子三分，看你们谁还敢碰我。碰我要你的命。我是谁？我是无赖，我怕谁呀？我谁都不怕。我谁都不怕。冰糖葫芦，火上芝麻火上，卖包子了，卖包子了。年糕，刚刚出锅的年糕，卖年糕。小石头，给大爷来块年糕。不给。往哪儿跑？那你可得给钱。大爷吃你块破年糕还敢要钱？我招打你。给你吧。大碗茶了，大碗茶，给茶。谢谢你。钱找丞相要去。我的钱还没给呢。哎呀，这个无赖，这个无赖。老爷，茶来了，有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去年对您无礼的那个无赖您还记得吗？前几天他因入室抢劫杀人，现已被官府归案，马上就要处死了，您说这是不是活该呀？怎么会这样呢？假使当初他辱骂我的时候把他送到官府去治他的罪，以此小惩罚使他能升起戒心，也不至于弄到今天这一步，做出屠财害命的事来。这都怪我，本希望他能自觉自悟，没有想到啊。吕公当时只是想心存厚道，希望那人能自觉自悟，可没有想到这样反而养成他的过恶，以至于今后犯死罪。这正是以善心行了恶事啊。那老师，我想问个问题，是不是还有以恶心行善事的呢？
张老爷，爸爸慈悲啊，我庄稼全没了。你们这些没良心的穷鬼啊，我把种粮都借给你们了，哪还有粮食啊？我都快喝西北风了。是粮食啊，我们也快喝西北风了，我快走吧，快走。没有，没有，去想好了，别在这穷喊。他们走了。你们不管我自己管。没了王法了，哦天哪，回家去，我自有办法。来，这条路快点走。好的，就这儿，就这儿。哎，这小户人家原来太少，钱也不多，不痛快。对，明天还是去张先生家，他家粮多钱多。对，咱们就要抢菜抢饭，这棉花没人管，咱多抢几家，多抢。哦，抢钱粮喽！抢喽！抢钱喽！哦，抢粮喽！哦，抢粮喽！哎呦！给我狠狠的打，让你们抢粮抢钱，什么百姓啊，暴民土匪！使劲打，别手软！打！老实了吧，打，狠狠打，别以为无法无天了啊，以后你们还赶快抢粮食了。不敢了，以后我们再也不敢了，你让他杀了我们吧。你们这些暴民，不狠狠的治你们，你们以为就没有王法了？哼。善者为政，恶者为偏，人人都知道，但也有以善心而行恶事者，正中偏也，如吕丞相所行之善，以恶心而行善事者，如张乡绅，虽然为了自己私利私设刑堂，把抢劫的人抓来惩罚，可这样却平定了抢劫，不然这些人没人管，就会变成暴民，就会扰乱社会治安，此乃偏中正也。善的偏正要清楚明了，才会认清是之善恶。